大家好，我是山东通德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德军。是颗粒水溶肥壳粒品牌的知识产权专项法律顾问。作为颗粒水溶肥第一人，山东壳粒肥业有限公司用全部精力，专心致志发展巧克力这一品牌，并为国内外广大经销商及老百姓所认可，为农资界同仁所熟知。上市以来，巧克力肥业建立了完善的品牌销售网络。现在，巧克力商标已在全球70多个国家完成了注册，成为了国际商标。巧克力颗粒水溶肥业出口至46个国家和地区。自2013年巧克力发明颗粒水溶肥新品类以来，不断优化生产工艺，坚持质量优先、用户至上，产品质量获得了广大用户的一致认可。2018年，该企业通过了国际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。2021年，司法机关认定巧克力颗粒水溶肥的销售区域广泛，宣传推广的区域广泛，在同行业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。2023年7月，巧克力的品牌入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，系全球25强之一。全国仅有6家企业获此殊荣，全省唯一。请大家认准巧克力品牌，准确识别正品包装，食用颗粒水溶肥巧克力，促进全球农业的增产增收。中国的巧克力，世界的巧克力。